找个下饭综艺，边吃边看吧。刚好最近买了台 iPad i5， 转转上二手才3200，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呢。用起来和新的没啥区别，而且转转是一个官方页二手平台，我的手机和电脑也在上面买的，真心推荐，买大牌的二手就上转转。拜拜。